它的形状很像一个眼镜，我们要做的是不借助任何工具把镜片取下来。它是五星难度的，不容小觑，据说也是没有几个人可以把它解开的。哎，这不是赛罗奥特曼的变色器吗？没想到里面居然还藏着机关，该不会藏着什么光之国的秘密吧？又或者是去往光之国的机票？这个我们必须得买回来看看。来，万能的某宝给我出来了。哟，还是个日本货，看样子还真有可能是奥特曼遗留在地球上的产物，一看就是真货。小子，还送了一个小玩意儿，用来练手的，中间有三个环，上面还有一个球，看样子好像要把这个球给取出来。不过现在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他，是我们这个奥特眼镜，就是让这个眼镜和镜片分离就可以了。难度在五颗星，属于中上偏难的。打开我们看看里面，真的就只有一副眼镜，没有任何的说明。拿到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先别轻举妄动，先来分析一下它的外观和结构。全身呢比较光滑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下手的地方，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镜片和这个镜框是可以分离的。然后我们听这个声音啊，明显的感觉到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给卡住了，所以导致啊它俩无法分离。先来试着按压一下两边的镜片，明显有晃动感。镜框的这边这个部分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晃动的，唯一不动的地方就是中间这里有东西卡着，晃动不自然。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这里，只要能使这边的机关打开，镜片就可以掉下来了。我们再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破绽，从背面也可以感觉到，就是中间这个位置有问题。哦，小伙伴们，我发现了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小点儿，好像是有东西什么卡着，这里没有，只有这里有一个，没用，太小了，碰不到，难做了。像这种无处着手的 PARO 啊，我看网上有几种方案。第一个就是用声音，通过高分贝来震坏里面的机关，就像这是玻璃杯一样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用水泡，通过水压来打开里面的机关。我们先来试第一个 ，Simon， 变色，没有反应，芝麻开门。居然开了一个镜框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镜框的中间确实有个小洞，用来藏机关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镜片中间啊是有两个小东西，这样就给缩进去了。哎，这个怎么没进去？使劲抖抖。啊，又缩回去了。然后我们再给它装进去，抖抖。复原了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吗？好像并不需要水，全靠抖。那为啥现在又不行了呢？哎，又开了，难道说必须在水里面？奇怪了，有没有大声给解释一下？这是什么原理？这是世界上最后一座魔法火山石，倒入神秘药水就能喷发火山岩浆，还能挖出各种炼金材料，天然黄水晶更是一颗难求。哇，这是直接买了一座活火山吗？这也太神奇了吧！我看网上说天然的黄水晶那可是极其稀有的，只需要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买一大吨的黑曜石，那得建多少地狱之门啊！这东西网上有的卖吗？一看就是外国货，估计可能没有。哦，某某果然万能，还真有，就是这个价格稍微有那么点贵。不过要是真的能拿到天然的黄水晶，那这个也值啊！到时候我们就把它卖了换钱，然后买一大堆的奥特曼卡包回来，你们就说厉不厉？Big 大猪，挖掘工具，收藏盒，放大镜，刚满月的小火山，还有一包神秘粉末，一红一白。看它的玩法说明，首先就是将这些神秘的粉末放到火山口，让它充分的进行喷发，等喷发完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挖掘了。这是什么原理啊？难道说黄水晶是现场生成的吗？必须要喷发完我们才可以挖掘啊？算了，还是听他的来吧。哇，这个玩意好剧烈啊，火山岩浆瞬间就喷泄出来了，但火山口的泡泡还是冒个不停，想必里面啊肯定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挖宝了。不得不说呀，这个喷发之后的火山真的很好挖，软绵绵的。不过30秒我们就把它整个山头给削平了，看来真正的宝藏啊应该就在它的下面。又削了1/4了，还没看到，该不会是因为火山喷发里面的宝石都没了吧？空空如也，到现在都没见到影子。哇，这边有东西啊，好大一块，这难道就是我们传说中的黑曜石？在我的世界里面可以修建地狱之门，不知道你们都修好了没？80，80，80，没货，还是没货，该不会只给我放了一块石头吧？继续，这也是块石头，灰不拉几的，一看就是一块普通的大理石，不值钱，垃圾。继续，这里面也有块石头，这一颗石头看起来平平无奇，我也不知道它叫啥。又来一块不知名石头，
哇，这是个好东西啊，透明的玉石还有点发黄，人称白水晶，放在你的书桌台上可以提高你的注意力和集中力。这一块差点让他跑了，黄铁矿常被人呢误认为是金子，但实际上呢它就是一块石头。紫水晶洗完之后亮堂多了，这个挺大的，现在一分为二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。又是一块破大理石，最后哎没有，也没有这个大的。哇、哦、好家伙，金戒指啊，没问题，四金的，这该不会是店铺老板自己把金戒指给藏进去了吧。哈哈，这一下陆迪赚发了。这样的海绵宝宝沐浴球也太好玩了吧，只要放入水中没一会儿它就变大了，更神奇的是还有人从里面找到了限量版的黄金币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喂，会变大的海绵宝宝沐浴球有点意思，买了。开箱之前我先声明一下，我买这个可不是为了好玩，也不是图那几个金币，主要是啊今天就想洗个澡，嘿嘿。这个没洗了，买五包很正常吧。从外观上来看啊，这个海绵宝宝的沐浴球确实比较小，都没有我的手掌大，不过不要紧，包装上面明确写了沾湿后会变大，在变大之后呢就可以搓澡了。不过这个金币的事儿上面一嘴也没有提，难道说只有隐藏款才有？先来试试这一包。哎，软绵绵的，还挺好玩。在泡水之前呢，长度是10厘米，宽8厘米，现在我们把它浸入水中，大家注意观察啊，看它有没有变大。我感觉它已经在膨胀了，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比刚才大了一圈，有明显的变化，眼睛都变大了，中间还没有浸湿，我们再给它按一下，现在感觉它已经完全变大了。出来吧胖小子。呜、拿我们刚才新的一对比，是不是很明显大了一倍，就是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金币，反正我捏起来没感觉啊。剪开，里面啥都没有啊，白白净净的，空空如也，软软绵绵弹弹的，当个小拖鞋挺不错的。我居然相信这里面会装金币，我是不是傻呀？哎，这个好像有东西啊，里面有个硬硬的，这个好像没有，要不我们再试试这个，先来给它泡大，背后剪开。我的天，只不过是派大星的，不是海绵宝宝的，而且这个金币还是1999年发行的，1999年产的，这得老值钱了吧？有没有人认识后面的英文的？该不会是特殊纪念款吧？这里我都看到了海绵宝宝，下面这个胖子是谁？瞪着两个大眼睛，完美！看来这里面确实有货呀。要不我们再试一包？这次啊，我们就不泡水，直接拆。没泡水之前呢，确实摸起来都比较硬，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货，管它呢，先拆为敬。有点剪不动啊，太硬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！终于撕开一个口子了，哎哎哈，来，没有，摸起来挺硬的嘛，怎么会没有东西呢？难道说必须得泡一泡？不过还没有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剩下的两个就一起泡吧，给我快快长大。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是海绵宝宝的，一模一样，也是1999年发行的，这个绝对就是隐藏款，金色传说又来了。哇，这次我们看看是谁，又是派大星啊，刚才我们就猜到一个站着的，这次来了一个躺着的，果然那个海绵宝宝是最难的。小伙伴们还记得我们上次开箱过的美杰伦合金小汽车盲盒吗？没错，它又出第二弹了，这次呢不仅在外包装上做了明显的区分，还增加了部分车型，更新了一些款式，普通款、稀有款、超级稀有款以及它的终极稀有款福克烈马，金色的涂装，狂野的造型，简直就是每个男孩子的梦想。六个盲盒呢，意味着我们有6次机会，能不能猜到我们心目中的福特野马，就看大家的小心心了。来，开猜，向右拧开我们中间的齿轮，打开我们的集装箱，出来吧！第一辆丰田海狮越野版是我们的稀有款之一，第一猜运气还不错。盒子里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，金色改装框架，一些贴纸，还有一个黑色的小备胎。车库的旁边呢依然放了一张收藏卡，这样看起来漂亮多了。既然要出门嘛，装备自然就得搞起来，这么土豪的打扮，出门该不会被抢吧？不行不行，太高调了，不太适合我，我们还是看下一辆吧。丰田的 GT86 赛道版，一说起 GT86 啊，大家想到的就是藤原拓海。说实话，这一款啊，比我们的老款就是少了一点味道。不知道啊，改装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？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机舱盖还是可以替换的哦。装了之后，看谁还敢说它不行？来，走你。道奇战马应该是1970款的，和我们在速度与激情里面看到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不过呢，这次鲨鱼嘴的涂装啊更加的霸道，十足的硬汉车，同样也带了两个改装件，不知道啊有没有人想和我飙一局的，欢迎来战。这一辆又是谁呢？
看这个车标啊，应该就是法国的雷诺小钢炮车型，梅甘娜，碳黑的烤漆，黄色的座椅，一看就是我的菜。它也是我们的稀有款之一，里面呢还有一些配件，四个小轮胎，还有一个带尾翼的框架，装上之后整体气质都不一样了。不过看样子就是有点废胎，一个字，帅。现在我们已经猜到两个普通款和两个稀有款了，整体的运气还不错。不过呢，就是没有看到我们超级稀有款的影子。如果这最后两盒我们再猜不出来，我们就直接去买中车了。不等了，奥迪 R8 250万，兰博基尼 Urus 300万，丰田海狮国内还没货。算了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拆盲盒挺合算的。哎，也是法国雷诺，和我们之前猜出来的车型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过配色上呢没有我们之前猜出来的帅，改装件呢还是一样的，一个轮胎，一个带尾翼的框架。怪不得它是普通款，它是稀有款的，差别也太大了。最后一个了，来看看它是谁。哦，大众的高尔夫，这也是一个稀有款，带有个底盘，还有个通风板。这辆车的主人啊，肯定很热爱生活。好，最后给它归位，你们就说我的这个四人小车库帅吗？